在哪般都爱买咖啡，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，把玫瑰名字写错谁，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脸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我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，一再的变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爱上你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我要跟他分手，他的鬼会每日必须开打压歌，不然我很难受。啊，你得露头啊！耶、哎！哎呀，手上全是戏！哎呀，别起床了。龙龙，这好像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舞台，合作愉快。不是，以前在 A 班就是这，那不算了。好吧。你也别帮助。3、2、1。你忘了？啊！刘小静。就你一个，对啊，我看到了，这躲着。哪里？ Oops, my baby, you woke up in my bed. 你真来着，我不听我的。我们，哎，刘小姐，一二三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啊，我什么时候？啊，玉，我好累。啊，为什么想不开来唱歌？哈哈哈哈。你觉得这100个练习生里面谁最帅？如果说真的要谁可以胜任的话，我觉得木子阳应该可以。奥迪啊，是我比较时尚，所以说我给他第一名就是这样。你这个选手个人审美审美高，一个普通的纯色小卫衣，但是你就能穿出来一种。对对对，哎，我记得上次我听说你去过很多次巴黎，没有，就一次。那米兰，就一次。哎，你刚才鞋碰着我了。没关系，这也是一种品味的一种抒发啊。可是我还是想听到你给我这一段胡子，金明老师，左腿的中间，我必须要对他点名道姓。左腿。左腿裤中，左腿裤中什么意思？我这我刚的行为是不是要跟你这样碰瓷了？不好意思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这边右腿的这个中间筋也被你碰到了，就是因为我也是比较注重礼节，就纹理的地方。我完全理解，完全理解。那您就赶快道歉吧，赶紧。完全理解。陈立农，我给你右腿中部裤子道歉。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纹理的部分？你可能要。
特别点名。我给你右腿纹理的部分做道歉。好，我们开始看了。